但是底下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它调成这个样子？调成这个样子呢，我们要用一点 Bootstrap 的东西。Bootstrap 呢，这里还要说一点啊，就最新的 Bootstrap 的版本呢，我们会看到四点几，但事实上来讲呢，这个里面有一点就是我们用的是3.4.1的，所以来讲呢，我们要装一下这个 Bootstrap，npm 然后是。对，我突然有点恍惚了，装到某一个版本是怎么装？Bootstrap，strip 井号3.4.1嘛，看一下，诶，果然是result get no such file 难道是 at 吗？对了。这个跟 Bower 那个混了，Bower 那是安装的时候是井号，CNPM 是 at，有时会恍惚一下，他给你报了错你就知道了。好，除了这个以外呢，那要说一点，如果你要使用 Bootstrap 的话呢，你 Bootstrap 是基于 jQuery 的四点几的 Bootstrap 忠于最新版本的，好像是四点几还是4.5的，我忘了。但是三点几的是要需要 jQuery 的，那么我们还要再安装一下 jQuery。这个装完就是三点几的。OK，好。那么这个安装完了以后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它应该是有相应的那什么，坏了。这个地方安装目录错了，安装目录错了哟。刚才在 Node Modules 里面，所以那两个装的不对，重新来一遍。expl 1 expl 2.2。这个里面为了大家看着舒爽一点呢，我把这个给大家删了。这个地方你看它多了一个，正常你看这 query 3.3.1已经装上了，Bootstrap 的版本是多少？3.4.1也已经装上了，但是这儿呢给你多了一个叫 Node Modules，它把这个东西挂到它底下了，所以我们把它删掉就可以了。这个东西弄完了以后呢，那么整个在我们的这个代码空间里面呢，我们就需要多引几个库，多引哪几个库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会引一个 CSS，这个 CSS 的位置在哪？CSS 怎么引的还记得吧？link，就是这种原始的写法，我们这是今天上午会用，到下午一讲 Webpack，你就会发现，这个以后的用法就都不一样了哈。这是 style sheet，然后的话 herf 等于这个 herf 是杠 node modules，然后是 bootstrap，然后是 dist，然后是 css，然后是 bootstrap 点 css。OK，然后这是 link，我们要先把 CSS 引进来，然后的话呢，我们要引 bootstrap 点 js，但是 bootstrap 点 js 是基于 jQuery 的，所以在这个以前也先要引 jQuery，所以在这是点杠 node modules 然后 jQuery，然后 jQuery 的 dist，然后 jQuery，然后底下这是script src。点杠，然后这个时候去引 bootstrap，然后是 bootstrap，然后是 dist，然后是 js，然后是 bootstrap 点 js。我们用的都是这个，不是 min 版的哈。那我们把这几个都拿进来，都拿进来以后呢，其实来讲，我们就是要调一下整个的这个 bootstrap 的结构，让这个结构看起来更好看，能理解吧？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那么首先在这个根系的这个地方，首先我们要加一个什么？其实是加 class， 这个 class 在 bootstrap 里边，但是这个里边就变成 class name 等于 container t a n e r。这个里边我就不细说了，这是应该是这个 bootstrap 里边的。然后呢，在这里边呢，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个行 div。定义这个行呢 ，class name， 它等于什么？等于 row。在这等于 row 以后呢，那么底下来讲呢，就是整个这一大行，杠 div， 把它整个弄起来。那么在这一大行以后的话，后面是一个 form。刚才我们其实没有做 form，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把 form 加上去，然后 class name 等于。horizontal， form horizontal， horizontal， 底下这是 form。 好，这底下是 form 以后的话呢，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来讲上面的这个每一个 input 的呢，来讲它就是 input 能够直接画上去，这个就没有问题。然后在每个东西过程中呢，我们会给它一个，让它一个回车 ，br， 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 br。然后这两个是两行，这个是没有问题。但现在如果这么显示的话，它这儿也是一行。那么如果在这个地方我想让它显示变为一行的情况下，我怎么办呢？我还是要拿 div 给它包一下，这个是 class name。等于form group， group 杠 div， 所以这个里边 form 里边的相应的东西呢，就要往里缩进。这个鼠标怎么突然不太好使？好吧，刚才突然有一阵不好使。好，这个再往里缩。那么这个往里缩，缩完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大概我们中间还要加一个空格，空格还记得是什么呢 ?NBSP, 对吗？好。然后呢，这个地方它是 group 的情况，这个是 group 的情况下，这个我们为了让它有一个宽度的过程，我们会再给它加一个 div。这块如果不熟悉这个 bootstrap 的同学呢，也不用太纠结，你就按照我这写就完了，反正最后能出来。这个正常来讲调的时候应该是在 bootstrap 调，调完了以后往上加，明白吧？这个如果在这上写就累死了，你正常应该是在一个 html 上去写这个东西。然后呢，它有一个 column SM8 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整个的列宽度是 column， 然后 text center center。好，那么整个大的这块就完事了。大的这块就完事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看 button 这个地方。button 这个地方的话，它有一个 class name。这个 class name 里边的话呢，这我们就直接写静态了。首先它是 button， 所以就是 btn， 然后是 btn 的 primary,primary,OK。这是这个地方。然后上面这个地方的话，因为这是两个搁在一起，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变，因为刚才这个是 form group， 它是一行，那上面这个是本身是一行，那么这个 form group 就被放到这个里边来了，所以这是 class name 是也是 form group， 就是你一旦做成 form group 的话，它会把它给你放在一行里面去。form group， 然后上面是 label， label 的话呢，对这个 label 的话呢，我们有一个控制，就是class， 这个时候我们要控制它的宽度，所以在这里面呢，刚才我们看见底下是 small 是8嘛，上面呢，我们给字宽呢给一个 sm2， 也就是说这个 label 的宽度是2。然后底下呢，一会儿的话呢，我们给那个 class name， 就给那个 text box 给到8，也就是说呢，我们整体给到10，
而这个地方呢只给到八，基于八进行居中，能理解吧？不理解我给你们画一下。这个其实是 Bootstrap 的一个布局， Bootstrap 的布局是用这个办法。我觉得还是画一下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说是这样的，现在这个格啊，我们整体把它分成十份。那么也就是说刚才我们看到呢，这个文字到这儿这个东西是两份，这块呢是八份，也就是这整个加起来是十份。然后呢对这块呢，我希望这个东西按钮呢不是在正中间，是说这有一个八份的一个宽度，它居于这个八份宽度居中，能理解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做的布局，这个布局是整个 Bootstrap 就可以接受的。那 Bootstrap 接受这东西它怎么接受？它就是基于你去配那 class name， 你配好了以后它去给你动这布局。所以你看这儿的时候，这个 div class name 有一个 column sm8， 也就是说它占八个宽度，然后 text center 以后它们底下的内容会居中，能理解吧？那么上面这个东西呢，那么这是一个 form group， 这是 column 那个 sm2 的话呢，那么后面呢底下呢我们跟一个，它叫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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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el。那么这个东西呢 control label 呢是它的整个的一个这个 label 的长短。然后底下这个 input 不能直接用，这个东西要么这个宽度要么用在 label 上，要么就只能用在 div 上，所以这个地方给一个 div 上面直接带一个 class name 等于剩下的这个 column， 你看它这已经出来了 column s8， 然后在这儿呢我再给它加一个杠 div。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整个这个东西就，然后呢在这个 input 上面呢我们还要对它进行一个样式的控制，那么它的 class name 呢设定成 form control。 它的这个呢其实来讲呢就是为了让它给所有的 control 一些相同的一些样式，所以让你看起来可能比较好看。但其实来讲这个就好像很多 BBS 什么里面的样子。好，我们做完这个东西我们刷一下看看，这个现在变成这样，为什么？因为这太窄了，我们拉一下，看了吗？但这里边大家有，这有一个回车，大家也许你觉得回车不好看，你会觉得回车不好看你就把它删掉，反正现在它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么个样子，这看上去还可以吧，比刚才那个样子那个丑样子要好多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这个 React 过程中，然后用组件做完了以后，然后再用一些 CSS 再去美化一下，它大概就能达到这么一个效果。而且其实这块的写这块的东西啊，我这么说，等最后你到 Webpack 里面你去写的时候，这块东西它写法还是这样写，它其实不变，还是要在这个东西正常写的时候，你先拿一个静态的，你先在一个 HTML 写完了以后，你再一个一个往上添，你自己在这上添就费劲了。因为这个有一些布局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么说吧，组件这个东西虽然可以重用，但是你写布局的时候还是在 HTML 里面直接写会方便一些。